双胞胎女团白兔隔了快两年发行第八张专辑，五日在西门町举办签唱会。虽然两人表示为了新歌远赴美国进修学习舞蹈，却他进修好像被网友解释成进场文修，要澄清一下。我们那时候就只是纯粹专注自己想进修的东西。对，一年一度进修。其实姐妹俩整齐氤氲从未停过，常遭外界攻击。妹妹 Yumi 甚至曾被网友指向近70岁的潘英子。